接上一期视频，这次给杯子加个把手，搓一个泥条，切成适合杯子大小的长度。粘连在杯子坯体上，连接处需要按压一下。把手太软了，会往下掉，找个东西垫一下。用工具把多余泥巴切掉，调整一下。好了，完成，快去试试吧。